胃癌的早期症状，常常的不典型，所以我们在我们实际临床工作中呢，发现这个胃癌的病人就诊，多数都属于进展期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晚期。那么早期胃癌，就是因为它的症状不典型，所以常常被忽视。那么主要有哪些早期症状呢？第一，就是可能有上腹部的隐痛不实，可能有一些打嗝呀、冒酸呐、就跟我们的早期的胃病这些一样的一些症状，所以就因为这些症状呢，常常被我们所忽视掉，这样导致我们去延误去看病，导致我们没有引起重视，最终导致引起一个我们发现时候已经比较偏晚了。所以当然我们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有一些症状的时候要引起重视。